是，因为我前半生都是在科研领域、技术领域，我相信这个一流的科学一定是一流的商业。科学就是产业，最前沿的科学一定是最前沿的产业。我们现在是人为的把科学和产业分开了，特别在生命科学、基因研究啊、代谢研究啊那些仪器设备，它就是产业，因为仪器设备师傅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它跟工业那个其他不一样啊。你原来实验室做的，你外面要放大，要一个转化。我们这个现在就是系统性的科研，它的成果就是产业，它不是要转化，它的成果就是产业，它的过程也是产业。我们对人的自身的探索，生命的探索，还不如我们对宇宙的探索、对地球的探索、对高山深海的探索。所以，其实是一个集体有意思的，是科学和产业无法分离的一个过程。就像我们登山要登个半天，发现科学探索、科学研究和科学登山是紧密连接。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科学探索和产业发展又是紧密连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说，科学就是产业，一流的科学一定就是一流的产业。